This is the Beijing News.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is coming, and now everything is counting down. There's also a special display on 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s Trade Fair in Beijing, which is behind me. And people here wondering, has the preparatory work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ever been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Today, we're going to have a little talk with one of the officials of the Beijing Organising Committee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继续发布，就是今年大家也都关注到疫情的原因，冰雪产业确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从您的角度来说，咱们接下来对于中国冰雪产业有什么样一个复苏的一个规划呢？那现在呢，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500多天，我们可以预期大家的这种热情，对冰雪运动的关注和参与的热情还会逐渐的增加。虽然我们还有疫情防控的常态化。 但即使这样，我觉得大家对未来美好生活和健康生活的期待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迎来我们冰雪运动一轮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希望我们通过各方的主观的这种努力，去在科学评估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去开发我们的智慧，把冰雪产业用一些变通的方式。 满足一些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冬奥具体说呢，在今年的年底和明年年初还将迎来我们的一些相约北京的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实际上就是测试赛。在测试赛的筹办过程当中，应该说很多的冰雪产业是相对来讲是早一点开始起步的，包括我们的场馆的一些建设的竣工，包括团队的一些建设，包括一些服务的准备都没有停步。 那么我们现在都在做着充分的准备，也期待着能早一点复苏啊。那目前这些就是咱们引进的各赞助商，包括合作方，有没有达到咱们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或预期的一个进度？实际上我们已经初步达到了我们预计的进度，所以应该说我们的市场开发的进度是正常推进的。受了一些影响的是我们的特许经营计划，但是我们也想方设法的去做了一些的。 优惠的政策给我们的特许生产商和零售商，目前是有好转的。今年疫情期间，我们和赞助企业的沟通一直在进行，很多有意向的赞助企业仍然有很大的热情赞助我们的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包括一些新兴的行业。目前为止，我们的赞助计划已经征集了第一层级的官方合作伙伴10家，第二层级官方赞助商10家。 第三层级官方独家供应商8家，第四层级官方供应商6家。咱们这一次冬奥会的举办，怎么样让中国的冰雪运动走向世界，吸引更多的这个？在我们中国曾经有这样一句宣传口号，就是到长城脚下来滑雪，大家可以在延庆和张家口边滑雪边欣赏到长城的风光。 另外一个呢，经过这几年的筹办，我们的整个的冰雪设施、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也在逐渐的完善。在这样一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致当中，来参与我们的冰雪运动，肯定能充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气息。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滑雪和滑冰的这样的经历。欢迎全世界的朋友到北京。 到张家口来参与冰雪运动，观看冬季赛事。我们在北京欢迎您。